龙眼，我在这里做一下吃，等人家应所吃吧。所以又看着安迪卖水果，就很爽啊，在这里看人家卖水果哈。看这个很大，我告诉你巴西龙眼长什么样哈，看哈，我没有买很多，因为我吃太多了，又吃榴莲又吃红毛丹。听它爆开的声音是不是很爽？然后它有一层皮，有青色跟有红肉，这个有青壳跟黄。马来西亚婆罗洲是一个水果帝国吧，和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水果，森林的水果啊，自己这边种的水果啊，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水果有。所以这是巴西龙眼，然后帮你吃过吗？看。看到吗 ？OK， 来看它种子会厚吗？它这个是甜的，像龙眼，因为就叫巴西龙眼，跟龙眼感觉是一样。如果放冷冷，很好吃。这个是它的种子。我妈每次不肯我吃这个，因为这个很甜。不过我就特别爱吃。这个算是很大了，极品大了。那老板娘呢？每次拿的很大，我这边现在搞顶着势力，肥吧？你看摸极爽啊！啊，看啊，这样难开的，看肥吧？通常一般不会这么大，它很小，要有下肥才能够种到这么大，因为它没有施肥的话是不可能种到这么大的。下了很多的功夫，出来。等500要匙要一个小时，啊，我饱了，啊，留一些给我妈妈吧。